大家好，最近呢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在向我们咨询要怎么样能够在日本办理投资移民的事情。那在日本呢，确实有一种中长期的签证叫做投资经营签证。那一般来说的话，想要在日本办理投资经营签证的话呢，那你需要在日本开设比如说贸易公司啊，或者是饮食店这样的组织。但是现在呢，现在有一种新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帮助您办理到投资经营签证。那简单来说，就是您可以通过在日本购买不动产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来办理这个签证。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有感兴趣，然后想要咨询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呢，那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或者是直接来名古屋跟我们面谈。希望能够我们这样的信息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谢谢。